我们的医学是综合了传统西方医学以及拥有科研实证的另类治疗，以一个全人的方法 holistic approach 去使到我们身心灵都得到健康。我们深信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一个人的需要都是不同，所以无论在我们的体重管理、医学美容、抗衰老疗程上面，我们会结合最先进的医学科技和临床的诊断，去了解每一个人不同需要，从而制定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疗程。在体重管理方面，我们可以透过基因测试、食物敏感反应的测试、荷尔蒙的水平、生活习惯的问卷、身体构造的分析，去了解不同人真正肥胖的原因，从而针对问题的所在，使到疗程不但有效，而且可以减少反弹的机会。在医学美容上面，我们透过精密的仪器去检测每个人在外貌上面的弱点，去配合每一个人不同的审美角度，去设计一个个人化的疗程，从而达到可以提升你的外貌。抗衰老方面，我们会先了解个人的底子和身子，底子就是先天的条件，而身子就是后天的状况，透过先进的方法，例如基因测试、端粒测试等等，去找出你衰老的原因，从而可以对症下药。我们的理念就是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，可以做到 add beautiful years to lives and add beautiful life to years， 令你的生命更加年轻、健康、美丽。